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佳玉。开始找货吧。像我们这边的情况，大概每一块情况，大概基本上都有油的，只是大个跟小个的问题。哇，你看这边，这个石头上面长了一个这个贻贝，它是吸在这边，它上面有个吸是粘在这上面的，然后这样给它扯掉。贻贝是可以吃的，它的话或者白灼它都很行。螺也掉了，这石头掰开，你看这螺反应的很快，马上就掉了。至于这石头是，你看，活的吧？这一动不动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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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冬天的螃蟹啊，它是不一动不动的，但是它有时候遭到攻击的话，它会攻击人的。不要看它一动不动，以为是死的，手就马上伸过去，夹住了可疼了。没抓好，你看这一只公的吧，我就感觉是公的，很肥呀，这个手臂很壮，钻石，哇，这一只很大只啊，哦，这里面有螺有螃蟹，有螺有螃蟹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石头蟹，这边还有一个鸡石螺，个头超级大，说起来了，这也有一个，这种的就中等的。平时经常捡的这种的，就是超大个的。然后这边，石头蟹，石头蟹，算了算了啊，这只不错啊，挺大只的哈，给它抓起来。抓这种螃蟹，往上扣一点点抓。这只石头蟹怪大只的，可以。哇，石头蟹，石头蟹，它身上还长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可能是长了藤壶吧。这长藤壶的可是有问题的，对，只能带回去给你疗伤了。走走走走走。哇，这只石头蟹个头可以哈。嘿，它又要往回去，不要夹我。啊，抓上来了。哇，还是一只母的。可以，个头不错，收了。我看到了什么？这里面有个角，有一个大角。啥不见了呢？刚都抓到了呀。哇，这小米重啊，你给它装回去了吧？上货。没够吃，不完了，再加一箱吧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能冒泡，应该就在这了。走哪里去了？都是石块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就说嘛，它缺氧的肯定得下来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给它勾上来。对对，上来上来，好吃好香，上来，对对对，压紧了，我们上来。啊，石头蟹这个确实是不错的，上来。哦，它里面生出了一个好大的三只啊，好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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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到很大的钳子，我给它捅出去，出去了吧？赶紧出去，不要回来了。哇，好大只啊！哇，石头蟹，给它捅出来了。天哪，这一只真的好大只！看看看，这一只石头蟹，好大只，好大只，也不知道肥不肥，太大只了，哇亮！这手臂摊开，有一只倾斜大的样子，红钻石的螃蟹呀，好大只啊，真的好大只！现在是头大，可以收了。来来来，再加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。我们来看一下生活，今天它是杀的好多。哇，那只倒出来了。
天哪，这一只只的都好肥呀、啊！肥小的大螃蟹，现在都爬起来了。哎呀，石头蟹，哎呀，完了，我不敢动了。早知道我不倒出来了。这回全打起来了，给它放起来吧，全打起来了。那算了，直接这样就上头了。你看，卖不了多少钱，回去是自个吃了。好了，没去了。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，感谢大家观看哦，拜拜。